想往高处走，谁往低处流啊？我靠，我腿断了！天哪，腿断了我也能跑，哼，我就是强，萌。这里先过去吧，过不去了。你别喘了，求你了，哥，你喘了我有点害怕。别喘了。不要再喘了，哦，舒服舒服，他终于不喘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主角老是要喘。按理来说现在应该受伤了吧，不能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主角还是生龙活虎的，他还是能跑，还是能跳。外面天亮了吗？是，哦，这不是，哦，我要用钩爪钩钥匙。先把这门关上。不是吧，这不是钩钥匙吗？这里肯定有东西，你们相信我。不要问我为什么。不会没东西吧？你这也太逊了吧，这啊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救命啊。救命啊。What? 啊，这一路过来这么的 easy 吗？这么长一条走廊居然没有东西，我也是服了。我觉得可以回，好吧，回去没有东西，我真的我就服了，真的。跑跑跑，冲！呼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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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喘呐、啊，你喘什么？哇！塌了塌了塌了，天哪，我服了，别喘。哎，我给你休息会儿好吧，给你休息会儿。哎，我的天哪，没走两步就喘，我谁受得了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出来了，漂亮， nice bro， 干得好。走咯。嗯，应该要去开锁着的门，但是好像要回去吧。我记得是在那边有一个锁住的门，应该是吧，我们回去看一下。有可能是我猜错了，有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噔噔噔噔，这里有锁住的门吗？我好像是往那边走的，对吧？往这边走吧。这藏点太深了吧，不是很懂啊。你把钥匙藏那么深，完了这一路上还没有什么东西。我操，不会有人来追我吗 ？What？ 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我已死亡。等你休息完，我再走。真的，就动不动就喘，谁受得了？嘘 ，Easy game, boy。不是，这，哦，我要等他开门，跟他绕，对吧？但现在门是不是开了？我现在只要过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刚才我钥匙都已经给了，他应该门应该自己就开了吧？触动指令了，对吗？我以为我开门他就不让我进，我没想到他跟的速度很快的。我在这个地方栽了多少次了，朋友们？你不是吧你？Go go go！ 他还在追吗？他还在追吗？哎，没在追了。哦，钩爪！我 shit！ 呼，帅帅帅！回来了回来了，我去，服了。先把门关上，这门虽然有点破，但是还是要把它关上。
多亏了这些钱，我终于可以在森林里买一座房子了。我们必须尽快的装修好，并接我的女儿丽莎过来。所以这边有很多书我没有找到，对吧？官方记录，阿尔公司和去年相比增加了，哇，强啊！一直在增加，哎，好有钱啊，他们。磁卡，这东西放哪里了？要，哇，他们完全没有提示，完全要靠自己摸嘛。按潜行线，shift，哇，等一下，哇。帅啊！居然可以趴下，我的妈！所以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？嗨，我只是蹲着而已。我好像到了，刚才是走错路吗？好帅啊！电力恢复，电力恢复。恢复啊！这什么地方？黑的我嘛都看不见，你知道吧？The beast 你这个。can kill me. I just need to avoid. 你个白痴！我怎么有人呢？shit！这磁带是最后的机密，对不对？shit，他来了！God damn it！哎，你皮，哎，拜拜，我溜了，拜拜，呜、哦，咻咻咻！别被他抓到啊！我溜了，我先溜了。Good，他没抓到我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关上，关上，他是不是来了？我，别，感觉他来了，有路的地方走，往有路的地方走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！奶奶的，我操！我现在就说慢慢蹭，然后蹭到出口。我现在不知道出口在哪，就很奇怪。我以为这个磁带是什么机密，没想到磁带只是通往那个门口的钥匙。这个地方我都没有来过，你知道吗？主要，哎，这个游戏我发现问题，小路全都走不了。喂？到，哎，是这里，你迷失了吗？不会吧？GG，这是彩蛋吗？我听说他们翻译了张地图之后加了个彩蛋，这就是彩蛋，对吗？OK，这是翻译组的彩蛋。这是刚刚那个地方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了。那现在我知道那个鬼应该不会来追我。我希望最后就让我赶紧安安心心通关，好吧？你也别来追我了，好吧？我不都把你放出来，他为什么杀我？我不是很懂。就我明明把救了他。Nice！舒服，上车上车，回家回家。Go go go！回去。感觉我里面的书并没有找齐，不过不重要了。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。这是那个传说中的那个林中小屋。森林中的那个小屋是这里啊，
我服了，我为我的女儿感到害怕。医生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东西，丽莎再也没有露出过笑容。她看见一些东西在黑暗深处，医生只能够加大药物的剂量。她看到那个东西，不会是我看到那个东西吧？丽莎目前非常虚弱，并且还有高烧，目前她一动不动的，只有她带有恐惧的呼吸声让我知道她还活着。我亲爱的女儿，我非常爱她。好黑呀、啊，这门口没什么东西吧？熔炉被上锁了。上楼吧，看这边有没有东西。嗨，我一直以为手电筒没有用，但后来我全程开着手电筒。博士死亡，工作是 Lisa 的私人医生啊，他怎么死了？难道 Lisa 有问题 ？Lisa 是鬼吗？他把人杀了。这钥匙开哪了？同志们，这钥匙是开哪的？啊，下面有锁着的门吗？哦，这里有路。哦，嗨，哇，地下室！我靠，不是你不走，你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地方又是个……咦，哎。好绕啊！我特死亡啊！靠！我吐了，都死了啊！单挑来，单挑来，单挑来，单挑吗？是要杀他吗？来啊！怎么办？这斧头干嘛了？攻击啊！攻击！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啊！来啊，单挑啊！来啊！哎，哦，是哦哦哦，不，原来不是杀人啊，是从后面小路逃走啊！摩托车，好酷啊！他居然还开着摩托车过来找我们。结束了 ，OK。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期恐怖地图的话，还想看到更多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了评论告诉我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速度三连，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，See you again， 拜拜。